新竹县原住民族教育文化产业推广中心今仔日正式启用，未来这个所在希望成做原住民教育文化甲职业训练的平台。尖石乡新乐国小展现原住民传统舞蹈，另外一边个人徛在两层楼高的高台，代表祖先的精神甲灵魂，守护一片土地。提供中心外口有精彩的表演，内底有人伫现场表演手工肩部，展现真侪优良的作品。可以让我们的作品摆进来给大家看啊，然后就可以给大家看我们泰雅族的意义。能够更加的重视我们原住民教育的推动，还有文化课程结合部落的产业能够让真正在我们新竹县原住民的环境这一块能够有更大的收获。未来这座原住民族教育文化产业推广中心，除了提供部落大学开课，还举行原住民相关展览。以下行者创业基地，团结就是力量，分别来做实验教育。我想未来我们在原教法第九条也提到了，教育方案，我们希望我们县里的相关的原民处还有教育处也连在一起，我们把新竹县的原住民族教育把它做好。目前涉及在新竹县的原住民总共20000多人，这座中心也安算结合在地原住民人才和资源，合作在地打造推广有特色的产业。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